在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里面上课，有樱花可以后来和你一起上课，就坐着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。以前的话就坐着很提不起精神来，很困，喝咖啡呀之类的，但是现在闻着花的香味就精神马上就上来了。上完课，老师带我们来这里上课，他叫我们记下樱花的名字。我觉得那樱花清清淡淡的，有点让人有点晕。